大智度论卷第九，龙树菩萨造，姚琴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是出品中现普身。经，尔时世尊在狮子座上坐，于三千大千世界中奇德特尊，光明色相威德巍巍，遍至十方如恒河沙等诸佛世界。譬如须弥山王光色殊特，众山无能及者。论问曰：佛以何力故于一切众生中奇德特尊，光明威德巍巍，乃如是耶？如转轮圣王、诸天圣人亦有大力光明威德，何以独言佛德特尊？答曰：此诸贤圣虽有光明威德，有量有限，譬如众星日光既出则莫不现。佛从无量阿僧祇劫极大功德一切具足，因缘大故，果报亦大，于人无此。复次，佛世世修诸苦恨无量无数头目髓脑常施众生，岂为国财妻子而已，一切种种戒、种种忍、种种精进、种种禅定，即无比清净不可坏不可尽智慧，世世修行以具足满，此果力故得不可称量。殊特威神，以是故言因缘大故，果报亦大。问曰：若佛神力无量，威德巍巍，不可称说，何以故受九罪报？一者，犯智女孙陀利谤，五百阿罗汉亦被谤。二者，沾遮婆罗门女系木鱼作父谤佛。三者，提婆达推山压佛，伤足大指。四者，蹦木刺脚。五者，毗楼离王兴兵杀诸世子，佛时头痛。六者，受阿吉达多婆罗门请而使马脉。七者，冷风冻固脊痛。八者，六年苦恨。九者，入婆罗门聚落乞食不得，空钵而还。复有冬至前后八夜，寒风破竹，所三衣御寒，又复患热。阿难在后山佛，如是等世界小事，佛皆受之。若佛神力无量，三千大千世界，乃至东方恒河沙等诸世界，南西北方四维上下，光明色相，威德巍巍，何以故受诸罪报？答曰：佛在人中生，有父母，受人身力。一，指节力胜千万亿那由他白象力，神通力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是净饭王子厌老病死苦，出家得佛道，世人岂受罪报？为寒热等所困，如佛神力不可思议，不可思议法中何有寒热诸患？复次，佛有二种身，一者法性身，二者父母生身。是法性身满十方虚空，无量无边，色相端正，相好庄严，无量光明，无量音声，听法众亦满虚空。此众亦是法性身，非生死人所得见。常出种种身、种种名号、种种牲畜、种种方便度众生，常度一切，无须臾息时。如是法性身佛能度十方众生，受诸罪报者，是生身佛。生身佛次第说法如人法，
已有二种佛故，受诸罪无咎。复次，佛即得道时，一切不善法尽断，一切善法皆成就。云何今时有不善法报可受？但怜悯未来世众生故，现方便受此诸罪。复次，如阿尼卢斗与一辟支佛食故，受无量世乐，心念饮食，应亦即得。何况佛世事割肉出髓，以施众生，而乞食不得，空钵而还。以是事故，知佛方便，为度众生故，受此诸罪。云何方便怜悯未来世？五众佛弟子施福薄故，其种种自活之具不能得。诸白衣言，汝衣食不能得，有病不能除，何能得道以益于人？是五众当答：我等虽无活身小事，有行道福德。我等今日众苦，是先身罪报，今之功德立在将来。我等大师佛入婆罗门聚落乞食，上亦不得，空钵而还。佛亦有诸病，世子避罪时，佛亦头痛。何况我等薄福下人，诸白衣闻已，嗔心则息，便以四种供养佛供给比丘，身得安隐，坐禅得道，是为方便故，非时受罪。如《毗摩罗诘经》中说，佛在毗耶离国，是时佛遇阿难：我身中热风气发，当用牛乳，汝持我钵，起牛乳来。阿难持佛钵，陈昭入毗耶离之一居士门下立。是时毗摩罗诘在世中行，见阿难持佛钵而立，问阿难：汝何以陈昭持钵立此？阿难答曰：佛身小疾，当用牛乳，故我到此。毗摩罗诘言：直指阿难，勿谤如来。佛为世尊，已过一切诸不善法，当有何病？勿使外道闻此粗语，彼当轻佛。便言佛自己不能救，安能救人？阿难言：此非我意，面受佛斥，当须牛乳。毗摩罗诘言：此虽佛斥，是为方便，以今五恶之事故，以是相度脱一切。若未来世有诸病比丘，当从白衣求诸汤药。白衣言：汝自己不能救，安能救于人？诸比丘言：我等大师犹尚有病，况我等身如草芥，能不病耶？以是事故，诸白衣等以诸汤药供给比丘，使得安隐，坐禅行道。有外道仙人能以药草咒术除他人病，何况如来一切智德自身有病而不能除？如且默然持钵取乳，勿令于人易学得闻之也。以是故，知佛为方便非实病也。诸罪因缘皆亦如是。以是故，言佛其德特尊，光明色相，威德巍巍。经尔时，世尊以长身示此三千大千世界一切众生。是时首陀会天、梵众天、他化自在天、
化自乐天，兜率陀天，夜摩天，三十三天，四天王天，及三千大千世界，人与非人，以诸天花，天璎珞，天泽香，天墨香，天青莲花，赤莲花，白莲花，红莲花，天树叶香，持意佛所。论问曰：佛何以故以长身示此三千大千世界中一切众生？答曰：佛欲说摩诃般若波罗蜜，入三昧王三昧，从足下象轮光明，上至肉髻光颜大明。譬如竭尽烧时，诸须弥山王随次燃尽，是光明遍满三千大千世界，乃至十方恒河沙等诸佛世界，皆悉大明。众生见者，必至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佛欲说般若波罗蜜，出神力。第二，一切毛孔皆悉微笑。第三，放长光明，面各一丈。第四，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而笑。第五，如狮子游戏三昧，三千大千世界六反震动。第六，佛作狮子座，现最胜身，光明色相，威德巍巍，以此神力感动众生，其有信者皆至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其中一者是长身，便得信解，而各说言：今所见者是佛真身。以佛力故，此三千大千世界中人见佛长身远近无碍。是时三千大千世界众生皆大欢喜言：此真是佛身。佛出生时，出成佛时，出转法轮时，皆以此身。如是思维，此真是佛身。问曰：何以故名为净居天、梵世天？答曰：四禅有八种，五种是阿那含住处，是名净居；三种凡夫，圣人共住；过世八处，有十住菩萨住处，一名净居，浩大自在天王。梵世天者，生处有三种：一者梵众天，诸小梵生处；二者梵辅天，贵梵生处；三者大梵天，是名中间禅生处。问曰：离欲是同，何以故有贵贱异处？答曰：初禅三种，下中上。若修下禅，生梵众；若修中禅，生梵辅；若修上禅，生大梵。此行亦如是。如妙眼师念言：我为众人说法，皆生梵天中，我今不应与弟子同处，当修上慈。修上慈故，生大梵天中。复次，第一清净心故，生大梵天中。问曰：何以故于四禅中，但说初后，不说中间？答曰：出门离欲难故，最后微妙难得故，中间易入故不说。复次，言梵是以摄色界，以第四禅第一妙故别说。复次，以人多识梵天，不识于天，是故但说梵天。以净居天常怜悯众生，常劝请佛故。复次，佛说法生至梵天，佛得道时，诸天辗转唱告，乃至净居天，
以是故说出后不说中。复次，梵天进欲界，故应闻。净居天是色界主，是故应闻。譬如守门人时刻，克制其主，主则识之。中间无是故不说。复次，二禅大喜，三禅大乐，喜乐放逸，是故不说。问曰：何以名他化自在？答曰：此天夺他所化，而自娱乐，故言他化自在。化自乐者，自化五尘，而自娱乐，故言化自乐。兜率名知足天，夜魔名善分天，第二名三十三天。最下天是四天王诸天，须弥山高八万四千由旬，上有三十三天城。须弥山边有山，名有乾陀罗，高四万二千由旬。此山有四头，头各有城，四天王各居一城，夜魔等诸天七宝地在虚空中，有风池之令住，乃至净居亦复如是。如是诸天见佛身清净，大光明净，持诸供具，水陆诸花，陆地生花，须曼提为第一，水中生花，青莲花为第一，若树生花，若蔓生花，是诸名花，种种异色，种种香薰，各持天花来意佛所，以此诸花色好多香，柔软细滑，是故以此为供养具。云何为天花？天花分熏香气逆风，诸天璎珞悬在佛上，天则香以涂佛地，天末香以散佛上。天莲花青赤红白，何以无黄？黄属火，火非水花所宜故。天宝莲花，琉璃为晶，金刚为台，阎浮那陀金为叶，柔软且香，并天树叶香，持意佛所。问曰：若诸天供养，应持天花，人即非人，云何得天花？答曰：佛以神足放大光明，第六种震动，诸天欲种种妙花，满三千大千世界，以供养佛。是人非人，获取此花而以供养。复次，天竺国法，明珠好物，皆名天物。是人花非人花，虽非天上花，以其妙好故，名为天花。是故言人非人，持诸天花，是则无咎。经是诸天花乃至天树叶香以散佛上。论问曰：何以以花散佛身上？答曰：恭敬供养故。有佛光照，皆遥见佛心大欢喜，供养佛故，皆以诸花而散佛上。复次，佛于三界第一福田，以是故花散佛上。经所散宝花于此三千大千世界上，在虚空中化成大台。论问曰：何以化作此台在虚空中？答曰：所散花少而化为大台，以是众生因少果多。问曰：何以故台在虚空中住而不堕落？
答曰：佛以神力欲示众生，令知佛为福田，得报不失，乃至成佛，其福不灭。经是花台四边垂珠璎珞，杂色花盖，五色缤纷，使珠花盖璎珞遍满三千大千世界。论问曰：若佛自有神力，何以因所散花而变为台？答曰：欲令人心性清净故，世人见所供养变成此台，心大欢喜，因欢喜故大得福德。经以是花盖璎珞严饰故，此三千大千世界皆作金色，及十方如恒河沙等诸佛世界皆亦如是。论有人言：转轮圣王四世界主，梵天王千世界主，佛三千大千世界主，是与非实，以是故佛所变化，乃至十方恒河沙等诸佛世界。经尔时三千大千世界及十方众生个个自念：佛独为我说法，不为于人。论问曰：佛以一身是三千大千世界及十方，今诸众生何以个个见佛在前说法？答曰：佛有二种神力，一者一处作说法，令诸众生远处皆见，远处皆闻；二者佛在一处说法，能令一一众生各自见佛在前说法，譬如日出影现众水。复次，众生不同，有人见佛身遍三千大千世界而得净信，有人个个见佛在前说法得心清净，信要欢喜，以是故佛经个个在前而为说法。经尔时世尊在狮子座悉疑而笑，笑光遍照三千大千世界，以此光故，此间三千大千世界中众生皆见东方如恒河沙诸佛及僧，彼间如恒河沙等世界中众生皆见此间三千大千世界中释迦牟尼佛及诸大众，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论问曰：佛上以多放光明，今以何故复放思光？答曰：先放光明，个个有事如先说，今以彼此众会两位相见故，以光明神力令彼此世界一切大会两得相见。问曰：如弟子中天眼第一大阿罗汉长老阿尼卢斗，藏观见小千世界，地观见二千世界，大辟支佛藏观见二千世界，地观见三千大千世界，今一切人云何能见东方恒河沙等诸佛世界？答曰：是佛神力令彼得见，非众生力也。设阿罗汉及余处辟支佛等，亦以佛力故所见无限。譬如转轮圣王飞行，一切萤从及诸象马众处皆亦随去。今佛神力故，众生虽在远处亦得相见。又如波州三昧力故，虽不得天眼而见十方佛，眼耳无碍，
亦如洁净烧时，一切众生自然皆得禅定，得天眼、天耳。佛以神力令一切众生皆得远见，亦复如是。尔时世尊在狮子坐而笑，笑如先说，余未说者今当说。问曰：此间众生远见彼方是佛神力，彼间众生亦见此方是谁力耶？答曰：是释迦牟尼佛力，令彼得见此间三千大千世界，即见释迦牟尼佛并一切众会，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是初品中十方诸菩萨来，经是时东方过如恒河沙等诸佛世界，其世界最在边，世界名多宝，佛号宝积，今现在为诸菩萨摩诃萨说般若波罗蜜。论问曰：如佛所说一切世界无量无边，云何言其世界最在边？最在边者是堕有边相。若世界有边，众生应尽何以故？无量诸佛一一佛度无量阿僧祇众生，令入无余涅槃，更无新众生，故者应尽。答曰：佛经虽言世界无量，此方便说，非是实教。如实无神，方便故说言有神。此十色难，世界有边无边，俱为邪见。若无边，佛不应有一切智。何以故？智慧普知，无物不尽，是名一切智。若世界无边，是有所不尽；若有边，如先说就。此二句邪见。何以故？一无边以破有边故，是多宝世界非一切世界边，是释迦牟尼佛因缘众生可应度者最在边。譬如一国中最在边，不言一言菩提最在边。若无边，佛不应一切知者。如上佛意中达佛智无量，故应知。譬如寒大故盖义大。问曰：世界名多宝，宝有二种，财宝、法宝，何等宝多名为多宝世界？答曰：二种皆有，有多菩萨照法性等诸宝，言此宝大菩萨所有，以为宝观，宝观中皆见诸佛，又了达一切诸法之性，多故名为多宝。诗中有佛名宝积，以无漏根力觉道等法宝集故，名为宝积。问曰：若尔者一切佛皆应号宝积，何以独称彼佛为宝积？答曰：虽一切诸佛皆有此宝，但彼佛即以此宝为名，如弥勒名为慈氏。诸佛虽皆有慈，但弥勒即以慈为名。复次，如宝花佛生时，一切身边有种种花色光明故，名宝花太子。如燃灯佛生时，一切身边如灯故，名燃灯太子。作佛亦名燃灯，旧名定光佛。宝积佛亦如是，应当出生时亦多诸宝物生，或地生，或天域，种种宝积，故名为宝积。问曰：
唯有释迦牟尼一佛无十方佛，何以故？是释迦牟尼佛无量威力，无量神通，能度一切众生，更无余佛。如说阿难一心思维过去诸佛，宝花燃灯等皆生好事，寿命极长，能度一切众生。今释迦牟尼佛恶世生寿命短，将无不能度一切弟子耶？如是心仪佛时，即知阿难心之所念，即以日出时入日出三昧，尔时佛身一切毛孔出诸光明，亦如日边出诸光明，其光遍照阎浮提内，其明满矣照四天下，照四天下满矣照三千大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满矣照十方无量世界。尔时世尊从其边出诸宝莲花，如记说：青光琉璃晶，千叶黄金色，金刚为花台，琥珀为花室，精软不粗取，其高十余丈，真青琉璃晶在佛其中立，其叶广而长，白光兼妙色，无量宝庄严，其花有千叶，妙花色如是，从佛其中出，是四花台上宝座耀天日，一一诸宝座座各有座佛，如金山四首光耀等如一，从四佛其中各出妙宝花，花上有宝座，其座各有佛，从是佛其中辗转出宝花，花花皆有座，座座各有佛，如是辗转化，乃至净居天，若欲知近远，当以譬喻说：有一大方石，纵广如大山，从上放令下，直过无所碍，万八千三百八十又三岁，如是年岁数，而乃得到地。于是两中间化佛满其中，其光大圣明，鱼鱼火日月，有佛身出水，亦有身出火，或复现精形，有时静默坐，有佛行起时，以此服众生，或复说经法，有时放光明，或到三恶去，冰暗火地狱，和气既寒冰，光明照暗狱，热处失凉风，随事救其苦，安之以无患，度之以法乐。如是种种方便衣食，顿能度十方无量众生，度众生已还入本处，住佛其中。尔时世尊从日出三昧起，问阿难言：汝见此三昧神通力否？阿难白佛：唯然，已见。重白佛言：若佛住世，一日之中所度弟子可满虚空，何况在世八十余年。以是故言依佛功德神力无量，现化十方无异佛也。复次，如佛所言，女人不得做转轮圣王，不得做天地士、摩天王、梵天王，不得做佛转轮圣王，不得依处并治，实力世尊亦无一世二佛。又佛说言：佛言不虚，是无二佛。法难执是佛是尊也，
无量一劫时时一有，是九十一劫中三劫有佛，贤劫之前九十一劫初有佛名毗婆师，此言种种见。第三十一劫中有二佛，一名湿气，此言火；二名毗树婆妇，此言一切圣。是贤劫中有四佛，一名迦罗鸠孙陀，二名迦那伽牟尼，此言今仙人也；三名迦摄，四名释迦牟尼。除此余劫皆空无佛，甚可怜悯。若有十方佛，何以故言余劫无佛，甚可怜悯？答曰：虽释迦牟尼佛有无量神力，能变化作佛，在十方说法，放光明度众生，亦不能尽度一切众生，堕有边故，则无未来是佛故，然众生不尽，以是故应更有余佛。复次，汝言佛自说女人不得做五事，二转轮圣王不得同时出世，佛亦如是，同时一世亦无二佛，汝不解此意。佛经有二义，有义了义，有深远难解义。如佛欲入涅槃时，与诸比丘，从今日应依法不依人，应依义不依语，应依智不依时，应依了义经不依未了义。依法者，法有十二部，应随此法，不应随人。依义者，义中无正好恶罪福虚实故，于以得义，义非于也。如人以指指月，以是或者，或者是指而不是月，人欲之言，我以指指月，令汝知之，汝何看之而不是月？此亦如是，语为意指，语非意也，是以故不应依语。依智者，智能筹量分别善恶，时常求乐，不入正要，是故言不应依时。依了义经者，有一切智人，佛第一，一切诸经书中佛法第一，一切众中比丘僧第一，布施得大富，持戒得升天，如是等是了义经。如说法师说法有五种力：一者大富，二者人所爱，三者端正，四者名声，五者后得涅槃。是为未了义。云何未了？师得大富，是为了了可解。说法无才师而言得富，得富者说法人种种赞师，破人谦心，意自除谦，已是因缘得富。是故言未了，师多持经方便说，非实义。师经中佛虽言是无二佛俱出，不言一切十方世界；虽言是无二转轮圣王，亦不言一切三千大千世界无，但言四天下世界中无二转轮圣王。作佛清净故，独王一世无诸怨敌。若有二王不明清净，虽佛无嫉妒心，然以行也事事清净故，亦不一世界有二佛出。百亿须弥山，百亿日月，名为三千大千世界。如是十方恒河沙三千大千世界，
是名为一佛世界，世中共无余佛，十一释迦牟尼佛，是一佛世界中常化作诸佛，种种法门，种种身，种种因缘，种种方便，以度众生。以是故，多持经中一时一世界无二佛，不言十方无佛。复次，如汝言，佛言一世难值，是佛世尊。又言九十一劫三劫有佛，余劫皆空无佛，甚可怜悯。佛为此重罪，不重见佛善根人，说言佛事难知，如幽昙波罗树花，时时一有。如是罪人轮转三恶道，或在人天中，佛出世时其人不见。如说舍卫城中九亿家，三亿家眼见佛，三亿家耳闻，有佛而眼不见，三亿家不闻不见。佛在舍卫二十五年，而此众生不闻不见，何况缘者。复次，佛与阿难入舍卫城乞食，是时有一贫老母立在道头。阿难白佛，此人可悯，佛应当度。佛欲阿难，是无因缘。阿难言，佛往近之，此人见佛相好光明，发欢喜心，唯作因缘。佛往近之，回身背佛，佛从四边往，便四相背佛，仰面上相，佛从上来低头下相，佛从地出两手覆眼，不肯是佛。佛欲阿难，复欲作何因缘？有如是人无度因缘，不得见佛。以是故佛言，阿难，佛难得值，如幽昙波罗树花，譬如水雨虽多，处处易得，恶鬼常可，不能得也。汝言九十一劫三劫有佛，为一佛世界故，不为一切余诸世界，是处皆空无有佛出，甚可怜悯者。亦是此间一佛世界，非为一切余诸世界也。以是故知有十方佛。复次，声闻法中有十方佛，汝自不解。如《杂阿含经》中说，譬如大雨连柱，滴滴无间，不可知数，诸世界亦如是。我见东方无量世界，有成有柱有坏，其数甚多，不可分别。如是乃至十方，是十方世界中无量众生，有三种身苦，老病死，三种心苦，淫嗔痴，三种后世苦，地狱恶鬼畜生。一切世界皆有三种人，下中上。下人着现世乐，中人求后世乐，上人求道有慈悲心，怜悯众生。有因缘，云何无果报？佛言，若无老病死，佛不出世。世人见老病死苦恼众生，心中作愿，我当作佛以度脱之，拔其心病，即后世苦。如是十方世界皆有佛出因缘，何以故？独言此间有佛，余处无耶？譬如有人言，有木无火，有湿地而无水，是不可信。佛亦如是。众生身有老病死苦，心有淫嗔痴病，
佛为断此三苦，令得三圣，故出世。一切世界中皆有此苦，云何无佛？复次，盲人无量，而言唯须一一，此亦不然。以是故，应更有十方佛。复次，常阿含中有经言，有鬼神王守北方，与众多百千万鬼神后夜到佛所，头面礼佛足，一面住放清净光，普照其环，皆令大明合掌赞佛，说此二偈：大精进人我归命，佛二足中尊最上，智慧眼人能知见，诸天不解此会事，过去未来今诸佛，一切我皆其手里。如是我今归命佛，亦如恭敬三世尊。如是偈中有十方佛，鬼神王其手三世佛，然后别归命释迦牟尼佛。若无十方现在佛，当应但归命释迦牟尼佛，不应言过去未来现在诸佛。是故知有十方佛。复次，过去世有无量佛，未来世亦有无量佛，以是故现在亦应有无量佛。复次，若佛于声闻法中言有十方无数无量佛，众生当言佛亦可遇，不勤求脱。若不执此佛，当遇彼佛，如是懈怠，不勤求度。譬如鹿未被箭时，不知部位，既被箭矣，挫为而出。人亦如是，有老病死苦，闻唯有一佛甚难可遇，心变部位，勤行精进，即得度苦。以是故，佛于声闻法中不言有十方佛，亦不言无。若有十方佛，汝言无，得无限罪；若无十方佛，而我言有，生无量佛想，得恭敬福。所以者何？善心、因缘、福德、力大故。譬如慈心三昧力，观一切众生皆见受乐，虽无实意，以慈观，故世人得无量福。十方佛想亦复如是，若实有十方佛而言无，得破十方佛无量重罪。何以故？破实是故。肉眼人虽具不知，但心信言有，其福无量。若实有佛而亦未无，其罪甚重。人自用心尚应信有，何况佛自说摩诃眼中言实有十方佛而不信耶？问曰：若有十方无量诸佛及诸菩萨，今此众生多堕三恶道中，何以不来？答曰：众生罪重故，诸佛菩萨虽来不见，又法身佛常放光明，常说法，而以罪故不见不闻。譬如日出盲者不见，雷霆震地聋者不闻，如是法身常放光明，常说法，众生有无量劫罪垢厚重，不见不闻，如明镜净水照面则见，垢亦不净则无所见。如是众生心清净则见佛，若心不净则不见佛。今虽实有十方佛及诸菩萨来度众生，而不得见。复次，如释迦牟尼佛在阎浮提中，生在迦毗罗国，多游行东天竺六大城，有时飞到南天竺，
一耳居士舍受供养，有时暂来北天竺月氏国，将阿波罗罗龙王又至月氏国西，降女罗刹。佛在彼石窟中一宿，于今佛影犹在，有人就内看之则不见，出恐遥观光明相如佛。有时暂飞至寂宾利拔陀仙人山上，住虚空中，降此仙人。仙人言：我要住此中，愿佛与我佛发、佛爪、其塔供养，塔于今现存。此山下有离月寺，离月应云利拔陀也。人与佛同国而生，犹不便见，何况异处？以是故，不可以不见十方佛故而言无也。复次，弥勒菩萨有大慈悲，而在天宫不来此间，可以不来故，便谓无弥勒耶？弥勒进而不来，不以为怪。十方佛缘何足怪也？复次，十方佛不来者，以众生罪垢深重，不重见佛功德，是故不来。复次，佛知一切众生善根熟，结使薄，然后来度。如说诸佛先观知有人，一切方便不可度，或有难度，或易化，或复有迟，或有急，或以光明，或神足，种种因缘度众生。有欲作逆佛泯除，或欲作逆佛不遮，刚强难化，用粗言，心柔易度，用软言。虽有慈悲平等心，知识智慧用方便。以是故，十方佛虽不来，不应言无。复次，佛智慧力方便神通，舍利弗等大阿罗汉、大菩萨、弥勒等尚不能知，何况凡人。复次，诸佛大菩萨有时众生恐惧极难，依心念或是来度之。如大月世息佛肉际住处国依佛途中，有人赖风病来至遍及菩萨相边，一心自归念遍及菩萨功德，愿除此病。是时遍及菩萨相即以右手保持光明摩其身，病即除愈。复一国中有一阿兰惹比丘大毒摩诃眼，其国王常布法令岛上而过，有比丘欲王言：此人摩诃罗不多读经，何以大供养如是？王言：我一日夜半遇见此比丘，即往到其住处，见此比丘在窟中读《法华经》，见一金色光明人，其白相，合掌供养。我转进便灭，我即问大德：以我来故，金色光明人灭。比丘言：此即遍及菩萨。遍及菩萨自言：若有人读诵法华经者，我当成白相来教导之。我诵法华经故，遍及自来。遍及法华经名为普贤。复一国有一比丘诵阿弥陀佛经，即摩诃般若波罗蜜。世人欲死时，欲弟子言：阿弥陀佛于彼大众俱来，即时动身自归，须臾命中。命中之后，弟子积心烧之，
明日徽中见蛇不烧，诵阿弥陀佛经故，见佛自来，诵般若波罗蜜故，蛇不可烧。此皆今世现世，如经中说，诸佛菩萨来者甚多，如是处处有人罪垢洁薄，一心念佛，信敬不疑，必得见佛，终不虚也。以是诸因缘故，知时有十方佛。经：尔时彼世界有菩萨，名曰普明。论：菩萨意，如赞菩萨品中已说。问曰：云何名普明？答曰：其名常照一切世界，是故名普明。经：见此大光，见地大动，又见佛身到宝鸡佛所，白佛言：师尊，今何因缘有此光明照于世间，地大震动，又见佛身？论：地动佛身光明如先说。问曰：是普明菩萨于诸菩萨中最尊第一，应自知因缘，何以问佛？答曰：是普明菩萨虽大，不能知诸佛智慧神力，譬如月光虽大，日出则灭，以是故问佛。复次，菩萨常欲见佛，心无厌足，无因缘尚欲见佛，何况有大因缘。复次，世事不应疑，譬如独子随母，未足怪也，又如小王朝宗大王，法应尔故。诸大菩萨亦如是，得力大故，常欲随佛。是菩萨见世事，心即觉知，是必大事，见无数无量世界，皆得相见，以是故问。复次，有人言是菩萨自有神力能知，亦是释迦牟尼佛力令之，但为诸小菩萨不知，故问佛。诸小菩萨不难未除，不能问佛，是故未知发问。是普明菩萨发其世界，与诸小男子小女人聚，以是故知不能问佛。譬如大象能避大树，令诸小象得食之业，是故问佛。大德，何因何缘有此大光明，大地震动，又见佛身？大智度论卷第九。